个在我们国内呢啊，也算是备受我们啊民众的一个啊爱好，就是接受。那我们对于肠病毒呢，过去的历史里面呢，啊，也有一些治疗的经验。那现在一直媒体呢，一直都着重于在西医的一个报道。我想借由这个座谈会呢，让我们所有的人能够知道，中医能够为肠病毒的一个防治呢，提供什么样的一个治疗。